轩、倪轩、李毅要 PK 哦。PK， 来来来，你先，抽换你先了。耶，又有一次机会了。那你我摸你一下，我要抽副手，我手加的。我牵手。有人懂吗？我拿完了。我刚刚已经看到纸了，纸是什么 ？H H， 欢迎欢迎 ，H 纸 ，G A B C D F G， 你不用喊，我最好，我最好，所以现在取决是我，还有李姐，结果是 A H H， 我们两个要再抽吗？对，我们 PK， 来，没有你有第三名，不错啊。怎么没有好？我们从头到尾等下就一直吸他，这边吸干错人了，吸干他，吸干他。我要看哪一个有光，有光。你叫陈思雅帮你选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自己选，你自己。压力山大，压力山大。那我们一起开，好好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三 ，H H H， 不是 H 女人 ，H 女人，哎，好好玩哦，哎 ，H 女人在那里，好玩哦。哇，我没参与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H G， 对，第四名，哎，我是第五名，第五名，我是第五名，第四名，哎，这个好像会上瘾啊，对啊，对，好想再抽，还可以再抽，那这一关排名就出来了。最高的是陈思雅六分，奶奶只有一分，没有，他最后来居上了。对，那现在我们第二关，好，然后现在我们要给你们开一个加码活动，你们每个人带三抽，对，多抽一些公仔，带三抽，带三抽，每个人三抽，你这有算成绩吗？没有，不算成绩，送给会员，哦，带三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抽到 A， 来，偷看一下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好玩呢，一般想抽好玩的，来一起开，我们先大家一起开第一个。第一个开 F， 我是 H F H F F， 开过的呀。第二个排咪排 G F G F， 我当是第一手 D F， 有刚才有排第一，是我的龙，是我的龙，罗，它是一样的。H， 我也是 H， 这个运气用完了，真的好难。三 F， 怎样 ？F， 好哟。三 F， 有啦。那如果有人抽到 A 可以加分吗？会不会全部都那个？抽到 A 加分吧。抽到 A 可以加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们赛制就规定。那我抽。F G 第一名呐，这个有 H， 等下有 A K 就抽完，这时候过了，这边抽到 A 是不是？干脆全开比较好，对啊，一起先开第一个 F H， 你们都开了 F G， 哦，开了，哎，为什么？哇 H H， 那我来 A 三 A 三 A 三，哇！对啊，好幸运，好棒！抽到耶！耶！终于抽到了，我抽到了，抽到了，抽到了！哇！你们快点加我，加我了！我想要这只，还有一个我看一下，谁给我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会上瘾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次在过年，就是买了一张，我们有时候会玩刮刮乐，对，然后买一张刮刮乐之后。再也回不去了，刮刮乐上瘾呢，他还是真的是把所有薪水拿去刮的那种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
次去日本，然后因为日本的便利商店也有一番赏可以抽，然后我就看到一只我很喜欢的那个公仔，我就一直花钱一直抽一直抽。还有抽到吗？没有啊，我花了2000块。不管你被抽走了，加就是散尽家财，再抽一番赏。所以要适可而止，你想我们就要忍住忍住。